林呢？来，你有没有篮板？好，拼下来篮板，好球，三分，耶！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硕哥看球频道。今天又来看球啦。今天这场比赛呢是纽约自由人对阵芝加哥天空队季后赛第三场的比赛。前两场双方也是战成了1-1平啊。第一场自由人是逆转，第二场呢天空队是攻防两端，完全碾压了自由人。所以说呢，这场也是决胜局。要么赢要么就回家了，我们也是到现场支持韩旭还有自由人的比赛。然后这一场比赛如果能赢的话，自由人还会继续季后赛的征程，如果说输的话就回家了，我们就得下个赛季再见了。不过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喜讯，就是杜兰特决定留守篮网，下赛季还是可以看到杜兰特欧文71组合。所以说下赛季开始以后，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篮网现场视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多多支持啊。今天比赛是9点开始，所以我们先来吃一点东西，这是今天的赛前伙食，拉面，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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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巴克莱中心也在这里装修啊，换门口这个广场的地板，已经10年了，巴克莱中心正式10周年。现在准备检票入场，全是人，今天来的人还是很多的。季后赛决胜局。Hello， 我们现在进来了，今天是第七排，大概效果是这个样子。第七排，然后今天这个座位也是场地的正中间呀，就坐在这个中线上，感觉还是很棒的。刚才在店里买了这一件自由人的2号啊，迪迪理查德是自由人最好看的球员，没有之一，没有之一，没有之一。现在自由人准备出场了，这个迪迪理查德也是换了个新发型啊，很抢眼。好，出来了，出来了。莫华德今天腰上绑的这是按摩的吗？很奇怪啊，还会发光。希望韩旭今天能多上几分钟吧。现在季后赛他的轮换就是第一节结尾上一会儿，第二节上一会儿，下半场基本就没有时间了。这场自由人还是很有机会的，因为之前在主场也是赢过天空队，绝杀那一场之前我也来了，如果没看那期视频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因为那次不绝杀那场还是很激情的，举篮也很精彩，好吧。这边天空队是出来热身了，上一场也是压着自由人打了一整场，挺强的。李月如也是已经不出战了，连替补席都不在，今天没有李月如，好吧。观众里有天空队的球迷吗？可以打在弹幕里。看一看芝加哥的头牌，帕克。小包头。队里最美的没有之一，好吧。这个发型也是很拉风啊，这是米奇发型吗？水平什么都无所谓，好吧。看这大长腿。
帅的约翰内斯。那两场也是送出了各种妙传，和韩旭的配合。又来了三九三分啊，这个没有，镜头也是对准了迪迪啊，又开始抓宝了，又开始抓宝了。水平其实无所谓，就是当吉祥物就好了。这就是迪迪理查德，哦，很可爱呀，谢谢。哦，带动现场氛围。自由人的节奏啊，开始飙三分，又一个约翰内斯，耶！好，这边好，约翰内斯又出来接球，好球，到三，五。太多了，哇，这库珀真的是超快，跳超高，然后估计再涨个11米就能扣了。哇，开始包夹约翰内斯了，哇，又输了。
能这样呀，横传球。来去来地上了，希望今天能表现好一点，来去阿伦直接一记三分，啊！比赛，好，还是好，这比赛不错，快攻快攻，准备啊，再来一个，来不进吗？来不进啊！太准了。对韩旭犯规，这个球抢得有点凶啊！去看韩旭两米多的身高扑球，有点不服。原来是韩旭挡拆，霍华德三分，啊大了！抢篮板，韩旭抢到篮板，好球！韩旭内线要位，交进来。慢八附体，哎，转身，后仰，Johannes， 耶！韩旭接球，霍华德，小包头，啊！这个球其实直接拔起来中投就好了，哇，芝加哥太快了，这个转换。defense， 最后一攻啊，第一节最后一攻。defense， 没打稳。defense， 哦，还剩一秒，一秒甩一个。啊，没有。第一节比赛结束啊，落后五分，天空队25，自由人20。第二节继续啊，韩旭还在场上。简单打，分出去。挡拆。位置不错，啊，不解释，挡拆，哇，这个有点难，哦，好球，再来一个 ，Wickham， 绿分，哇，这个猛凿内线呀，天，自由人这个突破韩旭。兰尼这运球运到脚上了，这真的是。道森准备上了，可能对面这个内线打得有点猛。哎，阿伦空了，好球，造成犯规。Finally。韩旭下场了，约翰内斯上来了。来你上下步，好球！老爷爷、老奶奶们又来了，老火炬。今天的伸展运动。节奏感可以的。来，回来。还剩
等大家剩三分多钟，给点速度出去来。好，行。来，这个是纳什教练，纳什教练来了。这个技术很细腻啊，哇，那太细了，有这个身高技术还这么好。自由人的这个吉祥物大象，名字叫艾米。现在第二节还剩最后十几秒，对面直接犯规了，哦，随手一抛进了，最后一攻了，应该是第二节，还是原内突破，又扑进来，直接上篮，好球耶！take a shot 最后还是4-12，落后12分，半场回来，啊，冲车步，啊，这个挡拆有点突破，高森小传球停一下，好，对面没事，再尝一下，收手，好球。现在还是56-44，落后12分，分差没有被扩大，还可以追。莱尼，三打，好球！今天这个背身真的稳健呀。哦，刚才这个半场时候也是送了这个毛巾啊，上面写着 Why Not Up。33分，像这个约翰内斯都防得很死，也倒分。欧阳，都是好球。游戏啊，每进一个是100块钱的比特币，这个应该是，哇，这个有点铁呀，200，这是，哦，10秒了就剩，好，这个进了，来是350的比特币，哦，只中了2个。你如果上了，你能投进几个？第一个点是100比特币，第二个点200，中间那个点250比特币。老哥有点铁呀，也可能太紧张了。哇，这个小后卫跳的挺高，没什么用啊，告诉自己身高在那里摆着。Let's go, let's go.还得出球，出大，哇，这个球差一点点，哎呀，这手活呀，这个吹了阻挡犯规啊，哇，这边这个库珀冲起来真猛啊，这个弹跳，现在暂停回来啊，霍华德飞线，好球，还给霍华德推荐脚步往下上下步，好球，兰尼又来了，哦，犯规，兰尼这场打的是真的累啊，一直往里走，很坚决，没有耶，干扰起作用了，过去拖，拿着花德啊，上篮没命中，再搏，好球！耶、yeah! ！现在比分是有68-58，比分还可以追，好吧？第4节开始啊，最后一节，
们都追回来了。来，你有没有篮板？好，拼下来篮板，好球，三分，耶！耶！Let's go！ 直接五分，全场现在都是毛巾呐、啊，现在全场都站起来。来，你继续背身。这个转换防守很差呀，打不进回来就落位落得很慢。今天似乎还是疯狂持球啊，又持球了。啊，这是一个犯规，原来似乎也传球啊。现在帕克罚球啊，不。还是稳的，他们打成一个二加一，现在74-65了，得进啊这个球。应该是吹了防守犯规啊，没必要这么情绪化。还给人家吃过。打进来，抛投啊，差一点。他在这持球过半场。他又被拉开了，分差又被拉开了，现在是76-65，又变成11分了，还剩5分钟，有点悬呀。又被上篮反了，这个脚步可以的，这场感觉是不如对面高，不如对面壮，没有人一直在打，无防无效。约雷斯来了，差一点。马克这个又运球过半场，直接传球，直接球，这个太猛了，又拉开5分。帕克这场12分1助攻12板，对面5人得分上双，团队篮球啊，天空队还是强。约翰内斯下场了，上森也下场了，看约内斯路这段怎么打吧，直接三分，还是没有啊，有一点感觉在开始拼三分了，已经不然追不上了。第三，哇，又进了，大空位。蔡老板今天也是
到场支持，可惜自己的球队没能走更远，也是拼搏了。这场是有点技不如人，哇，这帕克太全面了，各种小技术，应该是要上替补了。好，拉拉队长迪迪里哈兹。好。迪迪里查兹也都上了。哎，迪迪这个好发型，看看这场怎么样？还是给韩旭背身单打，转身，哎呀，好球好球！这赛季最后的一分钟了，这赛季。上去，好，防到了，滴滴抢到一个篮板，滴滴直接就，哦，感觉他的裤子比所有人的都短呀，为什么？这个滴滴理查兹。Dangerfield 这场也没有上场，哦，可能因为太矮了，总被对面针对。哎，给韩旭啊，做一个手递手，哎，没拿稳球，一个变向 ，Dangerfield 挡得开，交给韩旭啊，被断了。啊，应该结束了，就剩三秒了，有点可惜啊。这个赛季也就这样结束了，还是站到了最后一刻，没有完成黑七奇迹。也是恭喜天空队啊，晋级了下一轮半决赛。哎呀，都哭出来了，还是压力很大呀，客场取胜。啊，那次过，也是率队杀进季后赛啊。看看下赛季吧，希望能有更好的表现。Let's go。Hello， 大家好，我们现在也是出来了。今天自由人很不幸的输掉了比赛，结束了本个赛季的征程，是吧？我们只有下个赛季才能来支持自由人了。但是呢，篮网的赛季马上就要开始了，到时候记得一定要回来看篮网的比赛哦。OK， 喜欢这期视频记得点赞、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拜拜。